我哋成日将心思摆喺块面度，好少关心自己对脚。夏天就嚟到啦，又系着凉鞋个季节啦。如果脚部嘅皮肤干燥，死皮又多，点算好呢？美容呢样嘢咧，可以话系封建游人嘅，唔好以为咧要帮脚部做美容要使大钱。平时我哋食完啲芒果皮咧，其实咧系一个非常之天然嘅果酸嘅，只要将啲芒果皮咧系捽喺个脚背度。芒果皮上面嘅果酸咧，可以令到我哋死皮更加快更新。捽完芒果皮五分钟之后咧，就可以用清水洗干净佢，咁就搞掂啦。唔好以为指甲锉咧，净系可以攞嚟锉手嘅指甲啫，其实攞佢咧攞嚟锉啲脚皮咧，亦都系一流嘅。由于脚锉嘅面积比较大，如果想磨啲比较精致嘅位嘅话咧，咁就唔系咁方便啦。当然啦，湿磨干磨随你中意啦。出边啲磨砂一啱卖成百几蚊，真系掠水啊！喺屋企咧可以用好平嘅价钱咧嚟整呢个足部嘅磨砂，咁材料就系砂糖啊，同埋椰子油，咁啊比例就系1:1，沟到去湿白白咁就得啦。咁当然啦，如果系屋企冇椰子油嘅，用 baby oil 啊，或者系橄榄油啊，甚至系麻油都系 OK 嘅。除咗糖之外咧，用幼盐亦都系 OK 嘅。当然磨的时候都不要太过分，磨得过分就可能会皮穿脚烂。你都会发觉呢，整朱古力师傅的手通常都很滑的，原因是可可粉里面的可可脂有极度的滋润作用。那我现在就将这个椰油倒落的可可粉里面再捞匀它，当然也都是那一句啦，如果没有这个椰子油，可以用 baby oil 或者是 olive oil 或者是 sesame oil 也都得。有时美容真的好像煮餸咁噶，咁将嗰啲可可的 mask 捉嚟咧，就搽喺只脚度，好像腌鸡咁样，总之匀匀地脚踭啊、脚面、脚底，成只脚都搽匀佢，咁就啱啦。搽完之后咧，可以用胶袋或者系保鲜膜，将你嘅朱古力猪脚咧系包住佢，焗一焗佢。敷呢个脚泥咧就好似腌肉一样，腌10分钟，咁就搞掂啦。都未搞掂住，要将个胶袋掹走佢先，将啲朱古力嘅足膜咧冲干净佢。咁当然唔需要用洗洁精或者系番碱再过水啦，因为你系需要佢嘅椰油留喺你嘅脚部嘅肌肤上嘅。过完水之后，你会发觉你嘅脚非常之滑，非常之柔嫩，仲有椰香添。凡系夏天要曝光嘅地方，都系要搽防晒嘅。如果你买啲防晒系太过油，搽喺块面度惊生粒粒嘅话咧，就可以搽喺只脚度啦。得闲将脚仔浸喺绿茶度，唔单止可以辟臭味，仲可以抗老化同埋软化啲死皮添。当然啦，多啲按摩系脚部美容嘅王道啊！希望大家喜欢今次非常之简短嘅分享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。Love you.